之后，你心中有一个还在脑海中的画面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所以我们要再选十位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有。可是你们两个刚刚仔细想，你们有想到哪一个做得很丑？其实我有。老实讲，印象最深刻的我会记得。印象最深刻，印象最深刻的。对，那杰林，你有印象最深刻的？印象最深刻的哦，我想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用心做，除了最后两个啦。最后两个。很用心做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真的不知道挑哪一个。陷入抉择。对啊，很为难，因为那个要跟我近距离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跟你近距离接触。对啊，怎么办？你们觉得？你们两位可以帮我做决定。我帮你做决定。对啊，我帮你做决定。决定死了就算了，死了就算了。对，不会好不好？我们命贱啊，贱命。当好朋友啊。那金总，你选好了？我选吗？反正是你比较强。对啊，我们这个团队还有一个人，他可以继续主持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我想一下啊。啊！等下，刚刚十位，请先举手好不好？我有点忘记是哪十位。好，我都超难的。这边的话是，小兔领俊呢？啊，我选好了。你选好了，真的假的？我想起来了。所以你选到的是跟你近距离，对啊，跟我近距离接触。赶走方向，走方向。赶走方向，没有上来，没有上来。好，是谁？我觉得是那一位。哪一个？你说白云哥了？对，是。不是白云云飞啊，你写云飞哥，云飞哥，我觉得是云飞哥，真的哦，真的，我觉得是云飞哥，为什么他刚刚的脸印象深刻，而且他很丑。哦，你说他本身长得，他的鬼脸很丑，他鬼脸很丑，你要讲清楚。他人长得不会很丑，但是他鬼脸很丑。好，那恭喜你，那他是要上台来？对，请上台，请再次上台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公布这个。近距离互动要怎么进行啦、啊？没错，其实主办单位相当的用心啊，准备了三杯水。对，那我们这个活动呢，就是要在以杰林自己亲自的喂云飞哥，帮他拿，然后让他喝水，是的，然后他喝水，是的。那他把它喝完吗？其实喝一杯就可以了。对，我先喝看有没有毒，先喝看有没有毒。谁要喝你口水？你恶心欸。奇怪，你现在 C 三杯我大概知道，可能第二个也会就是你。第二个是我喝这样。对啊。没有啦，我们没有那么无聊。好啦。其实我们就是那么无聊。那就由杰林来这边，你全部自己处理咯。我在想，我喂他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帮你拿麦。可以 ，OK 的。OK， 好。哇，大家可以拍照了。没有人要拍，因为是我喂他。一二三。哇，他把它喝完，太辛苦了吧。哇！可以吗？量力而为，量力而为。不要喝太多啦。对啊，一半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喝有照有喝完，有喝照就好了啦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想要把它喝完耶，真的非常的感动。你如果真的很口渴，你跟我们说嘛。工作人员再帮我上两箱。他喝完了。掌声鼓励！哇，太厉害了！谢谢啊，我们合过照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没办法再喝。飞哥，哇，今天收获最多的是飞哥。对啊，哎，真的，因为他还帮我会自拍。真的吗？他刚刚不是跟我自拍过了吗？哦，对，就是飞哥。就是他呀，就是他要求，我帮他拍的啦。对啊，我帮他拍的。对啊，好的，恭喜你，谢谢云飞哥，谢谢。谢谢，那一样，请先到舞台下面休息。好，谢谢。那博子啊，我们今天到这边也告一段落。没错。可是我们刚刚不是有答应他们要那个？对啊。对，马上进行这个。马上进行吗？加码。加码就是那个三张即可，刚刚临时决定加码的那个。对啊，可是那个题目要由你们猜，你们跟我讲，然后我跟你讲。对，然后最快知道答案的就举手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先举手的就先回答。好，那你们俩谁要先出题目给我？出好了。好，我先出一个题目。对，我会用台语讲啊，你们知道答案就赶快举手哦。那他们要用台语回答吗？他们不用台语啊，我要台语而已。好 ，OK。可是我不会讲到那个字，听不懂吗？里面的字。哇、哦！难度一到五颗星，难度多少？难度三颗，三颗。好 ，OK。好，要开始了吗？直接开始。哎、欸，最先回答到的是可以拍即可拍，跟我一起哦。对，是的，而且只有三个名额。这三个，真的。好，我今麦要讲啊，是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啊，伊是一个海底的物件，但是伊有足水的面，伊有足水的面。有人的，有人。你靠哪一位？哪一位？他说什么？他说美人鱼。我靠！答对了，很厉害耶！来，恭喜你！他讲的就是野狼，就是野狼吗？海底，我以为是什么海底捞还是什么？狼哎，是狼哎，哎，那他很
有点简单。因为好了，你钱可能三颗星还不够，好不好？他要借我。好，请自直接进行。我用这个拍啊，他等一下用那个即可拍输出。OK OK， 好啊，好，来，那自拍喽。大家羡不羡慕？羡慕羡慕，羡不羡慕？等一下积极一点。不然这样，下一题跟我们自拍。拜托不要。哎，你在出什么？